显。然后再来场景经理是瑞君，对，他是瑞君，对。然后再来演员管理，演管是我们林彤，对，他，对，有问题就可以，有演员的问题的话找他。然后再来我们大家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家的吃是找我们那个杨志宇马方德，对，就他。